常在想，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。现在的像你对我那个可能不是对白色，白色跟粉红色的。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东西要破破的。你说 LP 还是？对了 ，LP 之类。仙女都跳脚，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，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。还没第一关这一轮。哦，我们这边是第一关，非常简单，就是要凑到666块，给我们讨个吉利。带酒啊？没关系，你后面有，你后面有那个，你的亲友团们可以就是。姐夫，你有带钱吗？对呀、啊。魏良玉，我爱你。我宁愿做时下不一样的快。时下不一样的吗？要那要开始了。很快很快。刚刚喊魏良玉，我爱你。我也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。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。我也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。好棒啊！好棒哦！这个真是神力。真的，我们先留一点感恩，对不对？真的是。请讲出称赞新娘的五句成语。好，看，开始。对，开始。我有点觉得声音有点。前世清纯，好，还有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清纯？无什么清纯？前世清纯，前世清纯，这不是成语？过关，对，前世清纯可以、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可爱，是这不是成语？好好好，算了，讲不出来了，我真的没有这么多成语。有这样有过关吗？有这样有过关，这样算你过关。好，这算我过关。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啦，我们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？不然。先拿着，先拿着。好好，请猜出你老婆唇印是哪一个？这一个。哎，错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有惩罚，我们先进惩罚好不好？我们惩罚就是用屁股写魏良玉的名字。什么写？好，来，我帮你拿这个，然后屁股写。镜头对这个，镜头都在这边。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我看你的屁股。不是他那个什么？哇靠！我靠！我现在终于知道喂这个是多么好好的东西了。对啊。光是喂就非常困难了。笔画功夫要重写哦。可以啊。这是完成第一个字吗？还没，最后一笔了。哦，对啊。我看完了，好棒哦。要解说一下。哦。喂，刚刚那是喂。对。这是凉吗？应该是发。这个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字？梁啊！哦，梁，什么梁？梁笔画怎么变那么多？有草字头啊！啊，这个嘞？雨啊！然后两撇嘛，对不对？梁玉是三撇。玉两撇啊！玉两撇啊！好好。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解决到这一题。对，这个东西很棒。我们特别从台北带下来。对，我家那边最棒的苦茶。要喝完了。这位新郎大哥，你早上是很渴吗？这不是苦茶，这是三义最道地的白鹤灵芝茶，给你养肝、顾身体、嗯。晚上的第二胎应该没问题。晚上的第二胎会不会太凉？哇，新郎官真的太厉害了。感觉比我还要凶！哇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！好棒，好棒！靠，超宝贝嘛，小弟。玩这个玩。现在，那我先确认一下。还没好。岳母大人说不行。你想要去
说你很卖命，很神勇。我要感动，因为他们我刚刚在等，是我在等，我想要照顾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？好啊。哈相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。爸爸妈妈，谢谢哦，我要好照顾杨玉哦。那我就把杨玉就交给你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个毛病，好好照顾他。那个，记得你跟我说要一个承诺，好，这是我的承诺，要好照顾他，好，互相勉励，好，我知道，互相体谅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爸爸妈妈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！爸爸拜托爸也很好看啊，不用那么在意，就是一直想要来陪陪的。然后妈妈要好好照顾身体啊，都不顾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只顾别人死的这样。对啊，谢谢你们28年在等一次了。我知道你们很疼我。对啊，谢谢你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抱紧爸爸。我跟爸爸抱一下。我爸爸真的很久没抱我，他很想抱我。OK， 那新郎哥跟爸爸抱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这里可以的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两个在旁边走，好。Still